高雄巨蛋演唱会第二天，一首首经典歌暖场。开嗓就嗓，跟所有歌迷一起来一个大合唱，麦克风一放，谁都能接下去唱。每天中午好像背对背的列车，只在深夜里回的幸福了然后的爱情，用什么再确认？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？特地打造的天使羽毛舞台，衬托阿令仙气逼人。情歌一首首大放送，歌迷回味再三，一听前奏开口就能来两句。三立新闻刘家伟、陈嘉文综合报道。